可以。因为我是最近一直有关注中国的一个国内的这些新闻，我看到了，就是说最近这个水呀、大水呀，就发大水把城区给淹了，所谓的泄洪区啊，我就很好奇一个事情，这个政府在搞城镇新城镇化的时候，搞这个城镇化运动的时候，去驱赶我们这些农民。收取我们的农民的地的时候，究竟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在就说后面这个水灾的影响，对吧？这个政党，这所有的这政府官员都是利欲熏心，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对吧？就是说，就是为了一个政绩，这个政绩呢，又是做他们这个升官的标准，由此可见他们这个统治的目的。不是说真正的是为这个老百姓谋福利，都只是关心个人的发财，关心这个个人的官位的晋升。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老百姓想要的。我们老百姓想要的就是说，能够代表我们自己的利益的这么一个政府。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参与进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民主哈，就每个人就是说，大家就是说。都有这种民主啊、自由思想，有这种参政意识，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这种悲剧。美国的独立日嘛，就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庆祝一下，是能够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享受这样一个民主的这样一个国家里面举行这样一个节日嘛，因为我们已经相当于逃出魔窟了嘛，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吸收美国美利坚自由的空气，我们都应该很开心嘛，就是庆幸自己能够辗转过来，虽然前半生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平等对待、歧视也好，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各种各样的职业还是什么职业歧视，反正在中国的话，我觉得政府的话，他就是教唆底层人民互害。现在我经常在网上看到他们，就是说那些食品安全，就是很小的鱼苗，把它打上激素，然后放在鱼塘里面让它疯长，然后这吃下去对人是肯定是不好的。这只是一个小方面。还有很多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就是他们这样一种发展已经完全是脱离那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这也是在中共长期这样一种迫害的一个政治理念下，百姓的话为了求生存，他们就没有办法，他们就是说展现出一种兽性或者说脱离人的本性嘛，这是我们都不愿把人性的那个真善美的东西给剥离掉了。就是让人底层人民互害嘛，这是我们觉得很不幸的这一点正在中国发生，而且愈演愈烈嘛。现在政府的话，我们都知道，今年1月份开始的话，就是去年刚开始放开，然后经济是短期的，就是稍微反弹了一点，后来的话没有维持很久，经济就出现那个下滑的趋势，你可以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数据，对吧？但是中国呢？中国的税收的话，居然不降反增。政府的话，他就是说，因为在那个房地产收入上、土地财政上收入减少了嘛，他就在各种方面去找补。各个就是地方政府有出台各种各样的一些措施，有听说卖四川玉山大佛的，还有这个什么广西的什么惠泊车这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坑害百姓的，就是他们，就是官方出的一个什么，就是租车平台，就是那个停车平台嘛，提前把他那个停车权就是售出30年，然后他收费还收的特别贵，这已经证明出来他其实是和那个背后的那个政府是有牵连的，所以这个事情爆出来也是让人很震惊吧。总之来讲，其实我们觉得。中国共产党哇，的话，他的独裁开始统了，治是严重侵犯我人都权，忘了。那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在中国不行啊，我都要没有。讲话。然后呢，人们也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是媒体还被控制住，也不能报道真实情况。还有就是说，你能看到一些异议人士啊，还有一些活动家，就是动不动就是能关起来。
然后就被迫害，然后被消失，这种情况就非常常见在中国。然后就是导在中国呢，还是会有导致一个普遍的一个信息封闭吧。其实很还有很多人蒙蔽住人，他就不知道真相，他没有办法选择命运，他甚至都不会想到就是可能来到美国这样一个选择的路吧。他可能还觉得在中国的那个官媒宣传下，美国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地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中共的一个他的那个喉舌吧，对人产生了一个误导，就是改变了人的意识形态吧。他就是说从，实行一种愚民政策，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说，积极活跃吧，积极活跃这些和海外人士的话，就是，多多组成一些团体，然后我们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新闻媒体上发布一些，真相嘛，希望更多人能看到，希望能有机会翻墙出来的那些身在墙内的人也能够深有体会我们的所闻吧，就是我就说这么多。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美国确实是世界上第一个就是说民主的国家。当时的英国也没有立宪，也没当时的英国还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弱军执政时，它还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对吧？也没有走向民主。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就是说，日本走向就是说民主的话，那都是就是说明治维新以后了，那并不跟美国也不跟英国也不在一个时间线上。英国走向就是说真正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民主以后啊，应该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时期，大概是1843几年吧，那应该是那个时候开始。就说那个。维多利亚女王的时期，她还是一个，就是说虚君主和吧，还属于一个虚君主和的。她就是说那个君主的，就是说女王，还有到后来就完全完了。那个你说的那当时跟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要想实现中国民主，要起码要就是政府啊，就是要做到两方面嘛，一是要政府权力要受到监管，要人民要用人民的选票选出来的，完了第二个就是要有不同的政党执政，4年到5年一像台湾政府似的，4到5年的话一个一届一换届嘛大选。我香港就是台湾能够实现的，我相信中国大陆也能够实现，但是这必须要满足这两个条件。但是如果满足这个条件，就和中共的话应该是，不会轻易就是跟那个达到这两种条件的，只能够现在看来的话，只能推翻它才可以。实际上，所有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所有把中国把就是人民照顾好的国家也都是民主国家。如果没有民主，人民就连自己的土地都不能保证，何来幸福？民主也许不是一个国家的崛起的充分条件，但是一定是必要条件。还有就是刚才那个朋友说到，就是齐齐哈尔34中，就是体育馆垮塌事件，完了政府的话，当时就是没有就是第一个通报，还有的话他想到了第一个。想到第一，首要的一点就是先出来维稳，他没有就是善后处理啊、抢救啊，他根本就不在乎，他只在乎他的自己的政权是否稳定，他没有想到过人民。还有那个中国迫害香港的自由民主运动，出了那个国安法呀、啊，打击香港人民，因言获罪的人数就是不断增加。全部都休息嘛，然后庆祝美国的独立，这样我首先我真的就是很感恩，就是美国吧。我觉得让我慢慢了解这个党，然后了解什么是自由。因为我觉得以前在包括在中国，我觉得我不知道什么叫自由，就是不管是言论还是什么的等等的，我都觉得就是我觉得
我在中国是我是不配拥有这些东西，但跟我们这个民主党接触之后，我觉得就作为年轻人，一旦有理想，然后你要明白自己活着为什么，而不是说为了谁，或者是为了某个国家，是为了自己。我觉得真正的自由就是自己。现在也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我们早一实现，就是中共倒台吧，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每个人的心声，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受到中共的压制，或者是他的不断打压。希望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团队越来越大越壮大，我们虽然力量微小，但是我觉得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会把那个老习干倒啊。就是别说那个习近平独裁，现在就连一个小小的村庄官匪勾结，那一说话你没有什么言论自由，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人民怎么能当家做主？全部都收进去，农民没有农田，叫我父母吃什么，用什么来东西来吃？现在我那里到那个农田还一点都没有了，全部都被政府收了，全部收走，一分钱都不赔呀，强行收走了。应该是建立在法治的制度上面，不是人管的制度上面。你人管你什么都是讲人情讲关系，那就没有意义了。你这个法治应该是公平的社会嘛。我就说这么，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嘛，它是由那个美国1776年然后7月4号从英国的殖民然后独立，然后宣告独立的日子，所以说今天是，是算作美国的国庆日，他们会通过放鞭炮，然后烧烤，然后来庆祝这个日子，然后并且美国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它的制度是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民所决定出来的，所以说不管是他们的选举还是说制度，都是通过每个人的投票。然后去所选出来的，所以说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说很好的去服从那些制度，并且美国的那些包容性我觉得是非常的强的，他不管说是小房多少钱严小房还有80一些语言自由，然后是宗教自由，他们都是可以说包容的非常的好，而像国内就是一党专制的，就好像很久以前我在我家里面的饭桌上我们一家里面在聊天嘛，然后有谈论到一点点说关于当时的那些政治的状态，然后当时我的父亲曾就跟我说过，说像这些的话只能说在家里面可以说一说，但是你如果出去了，如果说这种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进去了，所以说当时我就在心里面就知道中国是没有一个说很好的言论自由的，就是说他会管束着你，会压抑着你，所以说我们作为海外的反对派，就是说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东西，我们需要就是说去支持和维护那些人权和言论自由，然后我们需要多去参加活动，然后去做一些让那些国际上然后有一些压力给到那个国内那个怎么说呢我想一想就推动国际的那个社会对言论压制的影响力，然后